敢于直面自己疮疤的民族是伟大的。我才看得好清楚，因为你是风，追不上你的脚步，来得仓促，去的难道不仓促？直到你天性热爱自由，什么地方能够让你停留？虽然没有愁，幸福不被你拥有，怎么好说让你这次跟我走？爱你不是我的全部，哪怕爱在心里最深处，想起你不是说就不难受，可是风只有飞没有回头，可是风只有飞没有回头。爱你不是我的全部，哪怕爱的泪爱得太苦，唱起你也想起唱一首，可是风只会飘不会开口。爱你不是我的全部，哪怕爱的泪爱得太苦，唱起你也想请你唱一首，可是风只会这两样东西就顶你的几千万的华阳公司，不是毒药吧？哼，我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毒死检察官呢，这只是安眠药。这点钱不算什么，现在受贿几百万的有的是啊，最后顶多是判几年刑，像你弟弟这样有功劳的人啊，顶多受个处分。我这不是不想往深里害他吗？怎么样，你就下决心吧，这对谁都没有坏处。不是等着呢，江总，有事儿你就忙着吧，我们吃完了就走。啊，这样，金莲啊，你陪伴二位吧，我还有要紧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一步，啊，合作愉快。好，江总，啊，二位请坐。
江寒，你这两笔买卖又没少挣吧？哪里呀、啊，我赚多少能瞒得了你啊？这一次还是100辆，利润嘛也按老规矩办事儿，但手续牌照啊你得抓紧时间办呐，货不能老压着呀、啊、那没问题，可是这点利润啊你得给我加一成，我手下的弟兄们也得见点好处。你刘局长开口了，我敢不遵命吗？刘局，江总来了。好了，刘局。江寒啊，我给你添点东西。小爽，咱们从认识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？12年了。怎么问这个干什么？你看我是个卑鄙的人，连自己的亲兄弟都害，是卑鄙，还不卑鄙？真的，连你也一样。不过都没一个好。自从你下海接生意，你还是有点变。变成什么样子？喂，啊，是江大哥呀，爸，给我啊，来了。喂，是我，啊，好，这样很好，啊，你有把握吗？绝对没问题。他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估计这两天就会有结果。还是谨慎一点的好，不过这件事情要是做得好，新闻界可以配合宣传，相信效果会很好。你明白吗？放心吧，我的好市长，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。好，我祝你成功。什么事啊，爸？啊，你江大哥那里有一个新项目落成，我怕他出差错，所以多叮嘱几句。不知道你怎么这么信任他，我就觉得他心眼多。爸，你可别上当啊。哎呀，你不要乱评论吧，你江大哥人还是不错的。我不跟你说了。佳佳，给爸爸捶捶背吧，啊？对。好，有了男朋友，这性子也好多了。我得感谢小鹿啊。爸，你要再说我就不跟你吹了啊。哎，不说了。哎，也不知道爸爸还能让你给吹几次背呀。又胡说。好。爸爸希望永远是这样。哟，二位是吃饭吗？我找人。啊，两位贵姓？我姓郑，他姓尚。啊，老板正等你们呢。请跟我来吧。老板，他们二位来了。哎，你好。哦，好，你好啊。建军他们在后面等着你们呢。来来来。啊。
哟呵，这还有马车呢。哎呀，自己家拉货用的。哎，这还有狗呢。啊，看家护院。来来来，二位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有点意思。哎，建军啊，客人来了。啊，哎，来坐。啊，好好。好，坐。你们先聊着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你忙你的。谢谢啊。这两个家伙的资料啊，我已经查到了，他们都有犯罪前科，一个判了5年，一个判了8年，2年前去了澳门。哦，哎，你能不能说说他们为什么坐得牢？走私，主要是从境外走私汽车。你们能不能查一下刘建坤这2年有没有批过走私汽车的手续和牌照？光我听说他就批过100多辆，不过这只是个传闻，所以要查嘛，一定要拿出证据来。刘建坤那几个情妇的情况你们都查清楚了吗？查了，我在派出所找了几个朋友，经过暗查，正是他们开发廊和茶社的钱都跟刘建坤有关，包括他们的住房，而且他们原来都是四川农村的，他们现在的本市户口也是刘建坤批的。哦，这个倒是跟王亚平交代的情况基本相符。现在关键是要找到证据。取证嘛，有一定的难度，我们现在呢正在想办法。嗯，还有他们可能不会放过白若云，那封对林平的恐吓信也不会是空话，你们也要多注意一下这一点。不行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哎，小庄，你盯着点，我过去看看啊。知道。你这傻愣着干什么呀？这不是世界末日，你看见了，这是血，确实是血，不过这没事儿，这啊只不过是一般的什么气管炎啊、支气管炎一类的毛病啊，这毛细血管呢也可能是给咳裂了，即便是啊这个毛细血管啊被这个不小心磕裂了，我说过那肺系统也会炸的，那上面就都是特别细的毛细血管，又脆又薄，不过没事儿，过几天啊自己就长住了。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说了一大堆你没听清楚、啊、你别跟我胡扯，你说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？
没什么大不了，真的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说呀，飞安，晚期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讨厌重复这几个字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早说有什么用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也不会治病，这告不告诉你，我都得死。你说对不对？老邵，你放手我好吗？千万别告诉别人，行吗？别想了，现在想什么都没有用。这该想的我早都想过了。我只是求你，千万别告诉别人。我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头栽进去啊，就断了气了。哎，你总不能不答应一个将要死的人的最后的请求吧？王景林来了，他还提着手提箱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答应了？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。你呀，是个好心眼的人。快走，走。在这儿吃一顿饭，哎，得花上万块钱呢，太浪费了。这少吃两顿，够我那小天才上寄宿学校。哎，你说他们吃的是不是公款呢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了？嘿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心里还别扭呢？我知道这是任务，可是心里就是特别难受。
这是局长对你小子的信任，你可以起到稳定作用，你再给他们拖点假情报过去，这对破案有利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这是在欺骗和利用邢家对我的感情啊。不过总有一天你能跟他讲明白，他要是通情达理，他是能够理解你的。好了，别想了，你眼神好使，别让目标给溜了。哎，你说他现在还会有这种心情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他脑子里想什么？不行，我得进去看看。哎，行了，还是我去吧，更方便一些。好。哎，小心一点啊。知道。
你跑哪儿去了？担心死我了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好好的。半天了，你说他会干嘛？要不要我过去？哎，你看，
你的那个软盘里存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？都是做汽车生意的记录。就是这些吗？就这些。哎，你还记了些什么？那些做汽车生意的大都是黑道上的，我怕他们反口，就一笔笔记下来了。没想到这个事儿，你那上面没记什么别的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要是骗我，你可要知道后果。哎，市长，我怎么能骗您呢？嗯，建坤，你看怎么办？白瑞云的家和他母亲的住处我都布置好了人，只要他一露面就能抓住他。哎，这些都没有用，软盘肯定落在了郑浩天的手里。没有密码，谁也别想看到软盘里的内容。你不要太自信，密码是可以破译的。市长，我看在郑浩天破译密码之前，咱们必须把软盘夺回来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市长，只要抓住白若云做筹码，我看郑浩天不得不考虑交出软盘。好，如果再加上一个人，你的筹码会不会更重一些？市长，我明白。还有你呢，你不是告诉我就这两天你的计划就会有结果吗？是的，市长，会很快。嗯，抓紧去办，记住，好的结果就会是一把刀啊，也是你的筹码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市长。白小姐，谢谢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帮助我们。我是为我自己。嗯，我懂了，你是不希望江寒是犯罪分子。老天爷的安排往往不随人愿。这里边到底会是什么东西呢？白小姐，你能猜到吗？猜不到，但我相信我上次的分析是对的，所以我就想知道江寒到底隐瞒了什么。刚好那天我看到了他保险箱中的这个软盘，我就想办法拿到它，可是我还是打不开。嗯，白小姐请放心，我们会尽快把它打开的。昊天，时候不早了，我看最好让白小姐先休息吧。好，白小姐恐怕要在你这儿多住一段时间。没关系，反正我是一个人。好，你们也要特别的警惕，这帮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，我们先睡了，应该尚大哥就在这儿睡吧。好，白小姐，坐吧。好。谢谢你帮我们。没关系，我只是帮我自己，谁让我有生命危险。哎，你下班的时候我会来接你。老邵，你怎么还咳嗽？我觉得您得检查一下究竟得的什么病啊。早已经检查过了，没事。那就好。哎，再见。再见。你们还没和好啊？这已经是次要了，现在我是真怕那些王八蛋冲他下毒手。
喂，喂，你找谁？这两个病人的情况正在好转，不出现特殊情况，不会有大的变化的。你又救了两条命啊！哪是我呀，是大家。哎，林平，准备手术。哎，你去德国留学的事怎么样了？我还有点犹豫。嗨，这有什么可犹豫的？去不去不就一个字吗？是。林医生。想你是一种爱，你有。